土地卖人，啊，即嘛换我接来的时阵讲，啊，较早阮爸爸伊袂晓做生意，也是讲哦，唔知影啊土地甲卖去，啊，即嘛换我接啊，你土地爱还我，安尼使袂？无可能嘛！哦，这是足简单的一个咧。那个台山，刚才记袂落来吼。好、哦，可以了。啊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，哈、哦，伫即个10月25。1945年10月25，咱都拄啊歹运啦，拄啊哟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吼，伊是代理的。啊，所以讲即马呢，咱今日是因为安尼来受训，要了解整个的历史。所以讲，咱爱用心去解听。啊，咱正在做哦，即个少年家嘛真济，希望恁用心嘛。哦，去了解这法律，未来台湾民政府一定要靠恁，要借用恁的力，加恁的智慧，来建设咱未来的这个政府，哈、哦。哦，啊，这是当时是这是招罗军入来，这叫做农民呐、啊，农民就生做这种的，哈、哦。这是蒋介石给因喝的。啊，这是咱啊，那伫国际法来讲，这叫做难民，哦，难民，哦，这就是。啊，这过来拢排当丁的，哈、哦。伊嘛改讲台湾共和制，啊，这是唔是？哈、哦，这是中国战区。浙江叫做交战国占领日，是所有伫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哦，啊，分配占领，什么人，什么人占领地，哦，这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结果你啊看，从迄阵就开始甲因骗，到即阵还搁在骗，啊，咱拢唔知啊。甚至咱的身份证，咱从变做奴隶，干咱做记号，咱嘛唔知呢。哦，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，你拿迄个背面。诶，右上角遐有一排足以为伊，你那是中国人，伊就是头前3个零，哦，3个零开头，啊，咱拢是01开头，迄就是即18%甲中国人伫领的，啊，你咱唔知啊，这是去年诶3月7日，美国诶 CIA 才甲咱讲，哦，啊，咱唔知啊，敢做记号咱嘛唔知，啊，咱是奴隶啊，所以讲奴隶拢做惯事啊。没有，咱当家做主，有个人讲啊，迄无可能啦，天方夜谭。无要紧，这人你当看下等，咱以后嘛是会处理。哦，啊，这是这个50年的周年哈、哦。你甲想，伊50年的周年忌日，咱这个新挑起的这个美国国旗，哈、哦，这就是啊，这是拢要阁挂嘞。来，啊是安怎？咱会变作中华民国？诶，这个国民，就是伫1946年1月12日，就是因为这张的行政命令开始，哦，这张叫做《截参制第10297号》，哈、哦，这张在考军修的时阵，我有出题目出来，哦，我有出来，哦啊，因为我你若无读，你绝对唔知影。哦，我伫这，我甲伊变几下个号码，哦，013、021，哦，安尼甲你变，你若无读，你就绝对用摇袂到嘛，哦，就是因为这张开始，唔是讲咱较早个士大人嘛无同意呢，要叫做你变做中华民国个国民，咱是较早是日本籍，啊是安怎，咱个士大人嘛无同意，哦，甲咱变做是中华民国籍。你若要改变这个国籍，伫《人权公约》第15条之一之二有规定啊，哦，有三个条件，你一定爱愿意，第二意愿，第三爱有合法，袂使随便甲恁改变这个国籍。哦，啊，这是1947年的2月28号，哦，这大屠杀，这你也想看，
安尼甲你掠去，啊牌甲你插，就甲你病死啊！这是足济啦，啊嘛足残忍的，哦啊这因为我无用足济图片，这若讲互你看到的影片哦，真正目屎流。哦啊，我简单用一个，阮大家知影，这大屠杀啦，从台湾人的精英，哦，这老师、医生、知识分子，你若像讲咱若今日住伫遮，啊，就拢总去啊。明仔载就无看人啊！啊是安怎？咱今仔有法度那伫遮，因为咱是按照国际法来，哦。啊，这美国有关单位有甲这个马政府讲，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人是按照国际法来，你袂当用刑事以上的命令来处理。所以讲，咱所有的人员伫遮，咱嘛无受到处分啊。哦，恁是正当啊入来，恁入来恁算足好个，你敢知？我查恁八十几期，阮迄阵是拢碰着铁钉啊呢，伫讲个咸红面，啊而且哦，我看到咱拢全乌头毛个，我迄阵哦，我上少年，我上少年个，就上少拢后八十五岁以上个，七八十岁有够济，哦啊。这就是咱台湾未来的希望啊！哦，会当看到这少年呢，啊，因为这暑假的当中会阁较济，哦，因为即马会整体的改变，有的人已经看有啊啦，哦，已经看有啊，啊，所以讲暑假会足济人，哦，所以讲大家要把握这机会。过去绝对不够，无够有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。哦，拄啊，即阵有尔，啊，咱毋免经过考试。哦，啊，这是伫这个1949年5月初9，到1987年的7月15，这个戒严拄啊38年过56天，是全球内底上长的戒严。哦，拄啊台湾尔啦。哦，啊，这张。哦，就是台湾省政府这个台湾省警备总司令，啊，这个就是陈宇安的老爸。来，这1949年6月15日，从台湾人啊，有足济钱啊，迄阵嘛足济人自杀的，40000元1元，为挂两布袋的钱啊。布袋啊，布袋用麻做，迄布袋你敢知？毋是真诶，即塑胶袋啊，即哦，布袋两袋换一个，即煮菜诶铜鼎甲一个电锅尔，40000元1元。阮阿伯甲阮二伯甲阮舅公借，迄借足侪钱，啊去两间诶薰啊间，咱咧食薰诶薰啊烟草吼，啊拢用土角做起来。结果是即天过了后，抓两只鸡仔行医尔，迄真正要哭无目屎呢。但是咱过去这个历史，我拄好所讲过，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了后，咱会编个教科书，这拢是真正的历史啦。哦，啊，迄个一箍的吼，恁伫咱的官网内底，你着找有，迄长的纸。啊，因为我遮吼有一张啦，但是迄是迄较大张的第二批做的。哦，啊，这是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、哦、所签的，哦，伫1951年的9月7日签约，吼、哦，啊，1952年4月28日暗时11:30生效，吼、哦，因为恁今是初级班，啊，所以讲恁知影这个条约了，吼、哦，恁对，若有要阁进修，恁一定爱伫高级班来进修。啊无，我甲伊讲甲足济足深，恁听无？哦，啊就失去恁这两三天来遮，哦，诶，这个意义，因为这读这法律嘛足忝的啊，恁忝啊，我嘛足忝，哦，因为咱爱研究，爱讲，即个拢爱找着即个真诶法律出来，哦，互大家来知。哦，啊，伫这个中途吼。哦咱小可放较轻松一下吼，这是这个牛车啦。牛车就是较早咱伫这个日本时代，
这就是咱的火，等于咱的火车烧工，咱的工具。哦，啊我这后边有一个囡仔，这是较早我细汉时阵坐牛车吼，啊用迄箍啊做的迄个笼啊，啊拢在堆遐粿啊、遐菜蔬菜。啊我阮爸爸吼，伊这牛落来放屎时阵吼，啊我唔知影，我拢在白干啊在裹咧食。啊即马结果牛屎放好啊，啊牛拢甲拱一下。啊牛行的，啊迄人啊怎啊练对后壁咧？我怎啊摔对后壁咧？啊伫遐咧哭。哦，迄阵囡仔六七岁的时阵尔，我拢会记的，即我绝对拢会记的。啊，所以我找到这台牛车的时阵，哦，我会甲伊做一个解说。啊，即就是牛车链，伊的肩啊，即牛车壳啊，哦，啊即肩啊有牛车帮，哦，啊即牛车柄，啊即个牛担，哦，啊即牛角啦哈，哦，啊即个是牛片。牛片吼，伊迄是即、這个是铜做诶，啊牛要卷即个片吼，伊是用迄卷线，啊薄足红，啊当安尼卷过，哦啊，所以讲迄讲起来嘛足残忍嘛，啊嘛无法度，哦，啊迄阵拢靠牛只，啊即牛尿丝啊，啊即条丝啊绑起伫即个牛诶后壁，即个就叫做牛尿涵，吼、哦、牛尿涵，啊即、這个只有一条丝啊囥。伫阿妈棍岭，这个叫做砍岭的蛇啊，吼、哦，砍岭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名词。那恁真正少年拢全唔捌的啊，啊，我要捌，我要会用塞牛车，才塞到我这台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这咱放较轻松，知影这个迄类就好。来，咱即马即个法律吼，咱爱讲较紧的，无我惊时间无啥够，恁会听较无清楚。哦，我简单讲一下。第一，美国的国父哈，这就是乔治华盛顿哈，就是华盛顿。来，第二就是国际战争法，第三就是恁今日上重要的要来学的，就是这两点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哦，这是伫美国陆军交战手册第六章的第一节第358条哦延伸出来。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这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的第47条。这拢有照条文延伸出来，唔是咱黑白讲，直接黑白偏黑白写的哈。因为我直接咧讲，即美国的国务院，伊拢会监视，拢有在看的哈。来啊，第四个就是法律的台湾，甲政治的台湾。第五，吼、哦，就是经济循环，这是一个英格兰的经济学家叫做亚当·斯密所提倡的。第六，就是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，这个足重要哈、哦。这个进前咱秘书长，咱会伫网络伫初级班拢甲咧问。哦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安、啊、对唔对？有都时啊，那唔知啊，也讲哦，那啲选举的拢有这个考核，其实是唔对的。啊，即等下时间啊，讲较紧，咱会等来分析一下吼、哦。来，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如果哪会当移转主权，这个拢总叫做美国，吼、哦，这个拢总叫做美国啊，吼、哦，这是古巴、关岛、波多黎各、菲律宾。琉球甲伊拉克，这个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，这个是美西战争因所占的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领土，吼、哦。来，流亡政府的定义，就是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，未当家伫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，吼、哦。这像法国当时和、哦、德国。占领的时阵，哦，伊流亡来伫伦敦，啊，这个比利时流亡嘛是小港伫伦敦吼，啊，这个、韩国流亡伫中国的上海，啊，这个、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这较等下来做一个解说，吼、哦，这个韩国伊伫1905年的时阵，伊甲咱这个大日本天皇签一个日朝并合条款，将这个管理权啊，管辖权来交予日本天皇，但是伊家己拥有有家己的领土主权，所以讲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结束了，哦，伫这个和平条约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第一条，伊就放弃这个韩国的这个管辖权，所以讲韩国也当独立。哦啊，这个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这个英语哈 ，Chinese is there, government in Taipei 哈，啊，这个法国哦 ，the French
伦敦，吼，伊是流亡来伫伦敦。啊，比利敦、伦敦，这就是小港，吼。啊，这韩国流亡伫中国的上海，哦，叫做 Korea 上海。来，这里伫2009年的4月7日，吼，美国联邦高等法院，吼，所判决的有这五点，哦，这五点嘛，足重要，咱大家爱记起来，哦，咱真是无国籍的哦，吼。本土台湾人是伫国际无承认的政府，咱犹阁是生活伫政治的联合中，咱犹阁伫选举。如果中华民国伊若无甲台湾甲入选举啊，伊绝对选袂掉。哦，这个投票率伫降落伫49%，美国伊就爱来处理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啊敢甲做伙来选，哦啊，白瓜条啊卡。安尼，伊就中选的时阵，伊会爱向全球来宣布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投票这边投票率有60%，60%还是70%？哦啊！当然啦、啊，这个台湾人要我流氓政府来管辖，哦，这伊拢会宣布。第四点就是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23条，讲甲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台湾要个是美军。占领，吼、哦，这占领中，第五点就是美国的行政单位，哦，伊爱主动援个，这个较等下有这个个数伫遮，我当甲咱解说较清楚的。哦，台湾民政府是依据这个战争法组织的成立，啊，咱有成立无？有，伫2008年的2月7日成立的。哦，伫美国军事政府下成立的民事政府，啊，这个民事政府伊要求的，吼、哦，占领全国美国军事政府爱直接亲自占领台湾，这个意思就是等于台湾民政府的概论，这足侪人袂当去了解这部分，吼、哦，为虾米？套这个民事政府，间隔伊个原文就是台湾滚岛，美国民事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简称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民政府。这个民事政府，伊是要创啥货？是要管辖咱的内政，吼、哦，包括咱的基本法，吼、哦，包括这个社会秩序维安的部分。这拢是民事政府要做的，啊！这个军政府呢，军事政府要创啥个？伊就爱保护台湾的人民生命、财产的安全以及国防。哦，这拢是民事，这个、军政府要做的。啊，咱进台湾民政府授权来予台湾政府，咱进所做的。包括咱进在试行运作，咱进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内底有中央政治局、甲中央的事务局、甲中央决策委员会、甲参政议院、甲乌行部队，咱进就是在运作，运作了，咱就是要来接这个政权，啊，咱进人数因为还袂够。无法度，所以讲，咱秘书长嘛一直在催，吼、哦，啊！你希望恁回去，爱甲恁的亲戚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较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因为啊，恁今下当来遮，并不是恁巧，恁是非常有智慧，啊，遮外口的人，伊足巧足聪明，但是因无智慧，所以讲人讲哦。聪明无代表智慧啦，但是恁是有智慧，但是智慧内底是包括聪明伫内底。哦，安尼大家恁应该爱鼓掌一下，哈、哦，对家己鼓掌一下。啊，这个民事政府，咱也拢总做好了。军政府伊撤退，伊会撤退。啊，撤退爱啥物人宣布？爱美国总统宣布。还是美国的参议院宣布，这个军政府走了，伊会把这个民提掉，
一世纪安怎读？咱请的迄张身份证叫做啥？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这个提掉，就是咱即卖要请的迄张啦。安尼意思你知影无？伊军政府照料，所以讲美国伊嘛知影咱会接到政权，所以讲唔免阁写台湾民政府，直接就写用台湾政府甲恁做。啊，有的人外口伊嘛讲讲啊，恁都台湾政府啊，恁是安那个？这代个台湾民政府，但是台湾政府顶也是无人。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国军政府。这等下我伫法律台湾我会讲吼。啊来，搁一点就是咱伫2009年的8月7日，因为4月7日宣布嘛，吼，咱拄仔伫遐看宣布，美国的国务院放弃抗辩权，放弃抗辩权。伫10月7日，最高法院判决搁置待审，这个定奈，定奈啊！伫汉文内底英语，伊吹出来是叫做迄、那个啥算 reject 啦 ，reject 啦，就是驳回啦，吼、哦，就是驳回啦。但是这是一个惯用名词。就是伫国际法内底，伊所用的名词，啊，你甲想，咱伫国务院已经放弃抗辩权，就是代表啥？代表伊已经输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甲想，伫10月7日，你若讲伫这个英语，你甲翻译是驳回来讲，啊，被告甲原告拢输，啊，大法官赢，啊，这是对一国的法律。这个放弃抗辩权，就是代表输嘛。啊，因这话，这少年啊吼，吼，就去哩查。啊，恁这台湾民政府，这都乌白变的，这都已经输啊。他会过这个顶赖出来。这个意思，我伫遮嘛，甲这网顶吼，这少年朋友，这个英语，就是一个惯用名词啦。哦，这是美国，这是伫国际法内底所用的名词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嘛是以原文哦英语作为准，无可能讲原告、被告拢总输，安尼就唔免过啊！哦，啊，伊若如果伫最高法院啊，最高法院伊伫美国有规定，你这个案啦、去到最高法院，你输，你还办一个听证会呢？啊，有办无？拢无办啦！哦，这底下我要甲恁讲哦，足详细，因为恁等下人甲恁问到，系啊，我袂晓讲，哦，这个意思底下，哦，啊，这是1789年7月7日，哦，这个就是华盛顿，这有甲美国国会借两本册，哈、哦，经过221年议员的基金会来行，哦，这其中一本就是万国公法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这个因咱时间特别够啊，我阁加讲一个哈、哦。咱这个国际的战争法，就是按照对家来哈、哦。咱拄啊，迄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哦，这就是对家，哦，这个、陆军的交战守则来，哦，啊，这个、日外和平公约，哦，来，啊，这个就是法律的台湾，啊，甲政治的台湾，进目前。流氓政府就是中华民国，伊的顶头上司就是 AIT 嘛。啊，伊中华民国甲美国国门比较较亲切、较好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民政府是的顶头上司，就是美国军政府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国防部。那个台山。好来，啊，这上实在的哈、哦，这就是咱五都的选举，咱拢知影嘛哈、哦，五都选举啊，这个高雄县合并伫高雄市，啊，这个台南县合并台南市，台中县甲台中市合并，是安怎台北县袂当合并，但爱个用一个新北市，
吼、哦，这就是流亡政府，流亡来伫台北市，是一个城市，伊袂当合并。哦，啊，拢甲恁骗讲，啊，这人口伤过济，所以讲，设一个新北市，这其实是唔对，这是伫骗恁唔知影啦，骗官就骗袂过啊。哦，就是因为伊流亡政府来流亡伫一个城市尔啦，城市啦，就是这个西藏流亡伫这个印度的这个德兰萨拉吐蕃，伊是一个城市尔，爱相共。吼、哦，安尼恁就了解啦吼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咧。来，阿蒙特维多诶，这个公约吼，国家的四大要素，哦，你爱有领土的完整，甲政府甲人民，啊甲选举，你爱制定宪法，以及外交权，你即只要即四大要素，你若拢总有。联合国随时欢迎你加入吼，即目前194个国家。啊，即因为咱今日时间吼无介济，我大概甲伊讲一下就好。即个我今日要讲到遮做结束，因为即个台湾毋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即个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咱有足济迷失毋知影，这是主权的问题。台湾是安怎？不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这个台湾就是主权，国家甲国家、政府甲政府在谈论的这个标的啦。哦，啊，咱呢，像台湾，咱即马目前，咱国内的产权，就是讲你若有买厝、有买土地，恁拢摕啥？各位，咱是摕所有权。无这个领土的主权，哦啊，因为咱是属于帝制的国家，唔是民主国家。那民主国家主权在民，这个就会当讲，好、哦，譬如讲美国，伊是这个主权在民，吼、哦，民主国家，伊就会当讲美国是我美国人的美国，这句对唔对？这句是对的哦，吼、哦，是啊，台湾唔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因为咱是属于帝制，所有的领土，吼、哦，就是版图之大，莫属黄土。所有的领土拢都是皇帝的，哦，所以讲咱是属帝制，咱就袂当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这是拄啊，咱秘书长，哦，伊会请讲，诶，即句话诶意思伫遮，吼、哦，那主权在民的时阵，伊就会当讲，哦，台湾是我台湾人的台湾。即句话就对诶，哦，啊，即恁爱甲伊分析个清楚，哦，分析，这是谈论着主权的问题，是主权的问题。啊，咱今日咱台湾民政府是无向任何人无款，你也听好，无向任何人无款。你今咱伫遮住，伫遮食，这拢是咱农场尤先生伊提供诶。嘛唔是租民政府哦，是无条件予咱使用。恁所交的钱，拢是交伫农场内底，咱无甲你收任何无款。有只有迄个一千块，而这个身份证，这个身份证是以后咱会用5000块的消费券来限恁，哦，5000块的消费券。因为你若较早加入，咱就迄个优惠，吼、哦，包括拄啊，咱伫我要上过进前迄个副主席吼，高沙的副主席，伊嘛讲，你若愈早加入，啊，恁就有这个优惠滴个，卖讲讲哦，钱要换偌济，这是咱知就好，因为外人外口的人，唔是讲伊嘛会反驳啊，为了反对而反对，伊嘛讲。啊，哪有这样好康的？你甲伊讲个优惠伤过济，伊袂记来。咱直接甲伊讲法律就好。哦，咱的目前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咱爱互赶紧正常化，这是重点。因为咱无爱阁做努力啊，做甲真正会烦。哦，啊，因伫咱这代，咱来将流亡政权，吼、哦，甲伊结束伫台湾占领。
咱的子孙，咱的下一代的子孙，伊绝对无迄个权利，他受到中华民国的这个剥削加扭曲，因应该爱过着快乐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你讲对唔对？对。哦，今日我伫遮时间到吼，我做一个结束，非常感谢。各位童星，下课休困十分钟，然后请各位童星注意一下，就是请利用这节下课空档收拾一下行李，因为等一下三点半闭幕式一结束之后，如果有要搭车的童星的话，请尽快移动到大门口，谢谢。